诸位同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放丈。但是观者不处胞胎，常游诸佛净妙国土。有些本字啊，这个但啊，但这个字啊是用做，做是观者。那、啊、这个本字呢是但是观者。啊，那么究竟哪一个字是正确的很难讲，因为这个古本呢 啊这个古本里面就有这两种不同。啊，所以只能在旁边注出来啊做参考。啊，有些本字是做是观者。啊，我们这个本质是但是观者。啊，可是他这个意思啊都差不多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不处胞胎。啊，这个不处胞胎就是永脱轮回的意思。啊，就是不入三界了。不在三界里面轮回了。啊，在三界里面轮回呢，胎卵湿化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啊，那么用其中一个胎生啊来做代表啊，胎生有生就有死啊，生生死死啊，那么常常这样做官呢？常游诸佛净妙国土啊，这完全讲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现象啊。你如果不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怎么可能常游诸佛国土？不可能啊，所以一定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在弥陀经里面看到啊，无量寿经也有说，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去游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，这就是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利益。此观成矣，名为具足观。观世音大师智啊，所以在这个总结里面啊，把观世音菩萨也合在一起了。那、啊、这是教我们观西方三圣的真身。那么这个注解，诸位同修可以自己去看啊，应该都能够看得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202页啊，202页这一段经文是第十二观。第十二观叫普观啊，我们看经文。见此事实啊，这一句就是承前启后啊，这个此事啊，就是指前面的三观：观佛、观观世音、观大势至啊。实在说啊，我们刚刚讲过了啊，这个三圣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他们是一体的。当起自心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，坐莲花合享，坐莲花开享。啊，那么这一段经文当中啊，教给我们平常
这个修观用功的方法。啊，这个用功一定要遵照经训，指方立向。啊，面向西方。在西方啊，设三圣的像，这个画像也可以，啊，塑像也可以，这样呢，这个观比较容易相应。啊，那么这是讲，这里讲自己心里面想，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坐在莲花当中加福座。啊，这个加福座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双盘。啊，这个两个腿啊都盘起来。啊，双盘，这是加福座。啊，那么前面我们也有跟大家讲过，有一些人不能算盘。啊，像这个年岁比较大的，啊，年岁大了，这个骨头都硬了，啊，这个盘不起来。盘不起来呢，单盘也可以。啊，如果连单盘也盘不起来，不必太勉强。那我们看到有的菩萨像，啊，是一个脚蹲着，一个脚放下来。那这样，这个做法看起来非常的舒适自在。啊，所以能加福座很好，不能加福座也没有关系。啊，那么此地就是教我们观想，啊，观想我们自己加福坐在莲花当中。啊，那么想莲花合起来，啊，想莲花打开，啊，想这个莲花的开合。莲花开时，有五百色光来照身相，眼目开向，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水鸟树林给予诸佛，所出音声皆演妙法。啊，那么这是想极乐世界的状况。啊，莲花开的时候，啊，有五百色光明来照射，啊，来照我们的身，光明助照。啊，那么这个莲花开了，啊，光明助照，啊，我们坐在莲花当中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眼睛就睁开了，啊，我们的眼睛也睁开了，睁开之后啊，看到西方三圣遍满了虚空，广大庄严，而且极乐世界人数众多，啊，十方世界啊，无量无边，真的是每一个世界啊，每一天啊，甚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往生，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么多的人到了极乐世界，可能有人会怀疑啊，阿弥陀佛会不会应接不暇，随时都有人去，都有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接应的过来接应不过来啊？啊，恐怕会不会把我忘掉了，他是不是知道啊？是不是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？啊，他晓不晓得？
啊，总会有一种这种担心啊，甚至怀疑。这种怀疑啊，我们要知道会造成自己的障碍啊，纵然功夫很好，你也会堕在边地遗城啊，因为你有怀疑啊。所以无量寿经一定要读啊，一定要熟读。为什么呢？让我们自己不怀疑啊。经上讲得清清楚楚，每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即使下下品往生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之后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一加持啊，他的智慧神通全都开显了。每一个人都是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片知啊，都有这个能力啊。十方世界无量众生起心动念，他们通通知道啊，都能见到。那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难道还不知道吗？不可能啊，何况佛菩萨的化身遍十方世界啊，化身是法身无尽的功德变现出来的。法身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这是法身本体，从体能起用啊，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啊，作用就是现象。现什么样的相呢？佛菩萨没有念头啊，他没有说我到那个地方现个什么相，他没有这个念头啊，他这个现象是自然的。就像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随众生心因所知量，是随着众生的心。九法界都叫众生啊，心地清净的众生就现佛菩萨的相，心地污染的众生就现六道凡夫相。众生有心感，佛菩萨无心应。这个要举一个比喻，举个比喻我们比较好懂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大磬啊，这个磬我们有心去敲它，一敲它就响了，就硬了。这个磬硬响了有声音是无心的啊。诸佛菩萨从来不起心动念啊，所以他才能够应遍应法界啊。如果他有心有念啊，那只能应一个，不能与无量无边感应啊。譬如说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母子连心啊，母亲想儿子，儿子会有感应啊。他想别人为什么没有感应呢？这就是啊，他有很强的
针对性，针对它啊，有很强的分别啊，有这个针对跟分别。有了分别，一定有执着啊，所以它这个感应范围就小了。菩萨呢，佛菩萨没有针对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所以他这个感应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所以说无处不现身啊，在极乐世界本土也是现无量无边身啊，极乐世界的大众每一个人都见到佛，都见菩萨啊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化身遍满国土啊，连这个水鸟啊，这些水鸟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，这个极乐世界啊，这些真禽奇鸟啊太多了啊，这些真禽奇鸟啊都是在说法，都是在讲经说法啊，连这个风吹树叶花果啊，这个树上这些璎珞珍宝，风吹树动啊，这就像自自然然的交响乐一样啊，也都是在说法，所出音声皆演妙法啊，这就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情与无情无不说法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法音宣流。下面说，与十二部经合，若初定之时，一词不失啊。那么你所听到的法音呢，跟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所说的一切经法完全相应。那由此可以证实啊，佛讲的叫做佛佛道同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，佛所讲的法没有两样，那都是一样的说法。与十二部经合啊，十二部经啊是佛法分为十二类啊，称之为十二部经啊，像长行、寄送、因缘、本生、本事、方广等等啊，那么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就是它这个内容啊，分为十二种形式啊，十二个种类。若初定之时啊，那么这个初定的时候啊，还是清清楚楚啊，没有把它忘记，一词不失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此地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，我们从经文看来，似乎啊不是初学啊，不是刚开始学的，刚开始学初学啊啊，从想开始啊，依照经文所说的去想。那么初学我们知道啊，总是他这个心比较不专注啊，信愿行也不很具足啊，那么慢慢的心专注了，信愿行也越来越坚定啊，相对的也就得到佛力更多的加持
啊，那这样渐渐的就变成观了。啊，那么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境界啊来印证来对照。啊，如果是相同啊，那这个境界是正观。啊，是正确的。啊，如果不相同啊，那就不是了。不是了是什么呢？很可能就是魔境。就像楞严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五十种阴魔。啊，这些魔境现前。啊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道理教理没有很深的印象，这个境界现前会把它误会那是佛境界。啊，那这个事情就有问题了，可能会造成障碍。啊，把这个魔境误以为是佛境。那这样一入这个境界啊，就堕落了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境界呢？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我们从无始以来造的罪业太多太多了，跟一切众生结下的恩怨真的是无量无边啊！当然，那这些就是冤亲债主了。啊，冤亲债主找你麻烦，障碍你，不希望你成就。啊，就连你那个恩爱的眷属也障碍你。为什么呢？他舍不得你走。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冤仇是障碍，亲也是障碍。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，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延续。客尊导师上敬下通老和尚，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。本会会训一，讲经弘法，净化人心；二，持名念佛，当身成就；三，兴办文化慈善佛事，以利道德而善风俗。古德云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之理念，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。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，沉云观音之圣地，愿景续建如佛讲堂、长照中心、有机农场等，引导大家修心养性。内而佛，外而儒之修学方向，引逗善因。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、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。
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至诚敬邀十方坛乐大德踊跃发心护持，福慧双修，共同完成千秋盛举，功不唐捐。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2270300。